我是今年 Uni Girls 的新学妹，那这个球技呢就请大家多多指教了。怎么想加入 Uni Girls 的加油团队？因为我之前是在别的啦啦队，就是别队的，那就是非常怀念球场上的热情，所以我这次又回来了。觉得 Uni Girls 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对球迷也是非常给我们的热情也是非常的足够。那希望这个球季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到球场，一起为我们的球团加油。好 ，OK， 下一位，好，来帮我们说一下。来三二一，大家好，我是 Yovia， 我是中韩混血，我也是今年2018年。Uni Girls 的新学妹，那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跳舞，我希望我能够把我的热情也带到球场上，为我们的球团一起加油，耶、yeah! ！谢谢。想加入 Uni Girls， 觉得自己有想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 Emily， 然后我是这一次新加入的新学妹。请大家多多指教。不要讲什么学妹 ，Uni Girls 的新学妹，请大家多多指教。之前是没有，比较没有。我之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然后只有在高中的时候有参加过啦啦队，然后看到中华职棒的时候就很希望可以跟球迷跟学姐一起帮棒球队加油。嗯，